Hello，今日系11月12号，包。今日我食咗一个包，但唔饱，唔开心。再食咗一个包，都系唔饱，唔开心。我走。先生，你未俾钱。店员话。唔開心，店員即係personnel，點講？staff 係啦，staff，仲英文係啦 好，依家書面語包。今天我吃了一個包，但不飽，不開心。再吃了一個包。還是不飽，不開心。我走，先生，你未俾錢。店員說，不開心。完。